陈伟英、王维忠反美，目标整季健康。到底是谁让大家一下猛拍照，一下又乖乖排队嘞？讲讲就是这对一下抱抱，一下又亲亲的情侣档啦。喂，麦闹啊！台湾的两位旅美投手，精英王牌陈伟英及酿酒人左投王维忠，昨晚搭华航班机要回美国啦。永远的一个希望就是能够撑完一整年，就应该是说健健康康的投完一整个球季这样子。没有，我觉得我还早，撑完一整季啊，然后不要受伤，先慢慢学啊，对吧？希望不要太急。不少球迷特地前来送机，希望两人今年球季可以顺利。还有人带来自己设计比人还高的印章海报看板，献上最大的祝福。希望拿20胜赛扬奖，然后签下一笔超大的合约这样子。除了球迷感动，陈伟英干脆在华航的柜台前开启签名会，超 sweet 的。懂新闻，空姐也很想要的样子。报道。